接下来请收看云水佛国缅甸慈悲行。江水烟波中，佛子们乘着小船泊靠曼德勒西岸，盯着岸上农家指路的方向遥望，犹如时光任意门，回到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想象。乘着三轮铁马，奋力的引擎声轰隆隆作响，一路蜿蜒穿过朴实无华的农村小径，约莫11公里后，贡宝王朝时期起造的佛塔巍然眼前。仙女佛塔相传是贡宝王朝的国王为了纪念白象王后，于是临摹须弥山苏莱曼尼宝塔造型所造的宝塔。塔身以白色凸显其清净庄严，微摩即经云：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若菩萨住世解脱者，以须弥之高广内芥子中无所增减，须弥山王本相如故，犹如万山群岭连绵围绕。仙女佛塔的七层塔门由外环至中央主塔，逐层向上，步道环旋绕塔而上，仿佛层层天界依序而生。经中又云：四天王刀立诸天，不觉不知己之所入，为印度者乃见须弥入芥子中，是名住不思议解脱法门。那佛塔的造塔的起源是这样的，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位老居士家里很有钱，但是呢他不信仰佛教，他也听过佛陀，他信仰算命，所以他有一位算命师非常准确，每次给他算得准准的，所以他根本不信佛陀。但是后来那个算命师有一次见到他了，就跟他说：哎，大施主啊，我这一次不收你钱了，绝对不收你钱。他说：为什么？有什么好事呢？你每次都收我很多钱。他跟他说：因为你7天以后就要死了，我已经算出来了，而且死了以后下地狱，地狱以后做恶鬼，恶鬼道以后然后投胎做动物，动物以后做贫穷人，所以我这一次绝对不收你钱。我可以告诉你7天以后的问题，但是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所以我绝对不收你钱啊。这个老居士他就苦了，这下怎么办啊？他实在没办法，最准确的相士都没办法帮助他。后来他就想，我这人间有佛陀啊，
我虽然不理他，但是如果佛陀教照别人讲的这么慈悲啊、有智慧，他一定知道，而且他如果真的有悲心，他一定会告诉我，所以他没办法了。他就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在讲经说法，他就站在后面，他站在后面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停止不讲了，就把他找过来说，来来来来来来，哎，老先生老先生，你来了我必须跟你说，你七天以后就会死了，而且要下地狱，啪一声，老菩萨就跪在那边哭啊哭啊，哇，你真是啊大神通的佛陀啊，你也知道啊，那怎么办，你有办法救我吗？释迦牟尼佛说，既然我会给你讲，就有办法救你。哇，他跪在那边，怎么救呢？然后佛陀说，在迦毗罗卫城有一个旧的佛塔坏掉了，你很有福报啊，反正你这么多钱把它修复起来，修复起来，那么你修复起来以后，你过去是所造的最重的恶业，可以下地狱恶鬼道了，都可以消除掉，所以如果你能够把它造好，七天以后不但不死，你至少活到100岁，100岁以后啊，升到无忧天，将来又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我想要功修功德，所以佛塔就变成所有信徒种福田的记录。我们赞日法师哦，发起在那边修复了很多旧佛塔，功德无量，全体功德啊！所以各位都了解了，所以在佛塔面前忏悔可以消除业障，发愿可以满愿啊，贴金可以得到世间福报。所以所有的世间福报、解脱的功德乃至成佛，都是从又绕佛塔、造佛塔、修复佛塔而来。这样各位了解吗？了解。借由佛法所表达的怀念与祝福，寓意深远。去世的白象王后也从而成为传说中羽化升天的仙女，纪念塔因而被称为仙女佛塔。然而佛塔但经战祸与天灾而损毁，直到西元1874年间才由闽东国王恢复修建。海涛法师领众，一面诵经持咒，一面沿着佛塔右绕行进，于塔前虔诚供养三宝，礼敬诸天，末了更于塔前合影，为此行再添美善祝福。好，挥挥手，要摄影机。欢迎来到缅甸曼德勒，请跟我来。穿越沿途商贩织就的物欲诱惑，夕照下更引人注目的是从成就种种善业功德而在缅甸享负盛名的明公尊者纪念塔。被奉为缅甸首位持三藏法师的明公尊者，除了技艺第一，在佛学涵养上备受推崇外，更因其济贫扶幼、乐善好施的种种善功而为人津津乐道，广为传扬。面对明公尊者塑像，海涛法师除了为众人讲述尊者的种种功德之外，更领众颂赞祝福，同时也于塔外燃熏药师烟供香，为六道有缘众生祈福祝祷。曾经号称世界第一的明公大钟，相传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是贡榜王朝国王坡道帕耶梦云任内的杰作，更是缅甸的重要文物。明公大钟高约13英尺，由近百吨的青铜铸造而成，每当钟声响起，仿佛整座石阶城都能听闻到
得受诸佛的加持。阳光下的明宫塔像一座巍峨壮丽的赭色巨岩，与其说是佛塔，却更近似于堡垒或城池，为缅甸的末代王朝守护着一桩未了的心事。话说当年共榜国王原本想要起造一座世界最大的佛塔，然而巨大的造塔工程却疑似因劳民伤财而引来民间的蜚短流长。当佛塔造到三分之一时，民间却广传着塔若建成国化灰尘的流言。国王于是终止了建塔计划，明宫佛塔也从此成为国王的未竟之梦，同时也借由修造佛塔的功德事迹，劝请众人秉诸善念，广发愿心，如实修持。趁着夕阳余晖，众人登舟返航，霞光相映，水波连连，美景当前，佛子们的心中或许还是晚课当中的谨记，犹如扣钟，声声提点。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大众当勤精进，如旧投然，但念无常，慎勿放逸。尽管只是夕照下江波水影的借道因缘，佛子们也要把握当下，以慈悲的善行功德迎风相送。晚间登上博岸的豪华客轮，即将登场的小火贡就在渡口的水岸边向客轮借光，为六道有缘众生普作功德。哪怕眼前一片漆黑，默默行善的佛子们依旧如实燃香，招请六道群灵法会友情，同沾法喜，来受甘露法味。依着慈悲施食仪轨，众人燃熏施食服务，施食中烈焰如炬，普放光明，在末夜中又化作冉冉烟云，普熏十方，广度友情。就着江畔夜色没有光照的地方，犹如墨色的夜，然而真正的光越在暗处越显明亮。如果幸福是种种美善的传承，那么佛国缅甸无疑是幸福的。从位于仰光的佛牙舍利塔来看，一指佛牙舍利所带来的何止是外在的庄严表法。心经云，舍利子是诸法空相，说明了舍利子让我们察觉到诸法空相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换言之，舍利子所示现的诸法空相，不是让我们在相上执着，而是体悟空的真意。大涅槃经云，众生苦乐实从因缘，如是苦乐能作忧喜。于迦摄菩萨品中又云，善欲即是出发道心，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根本也。基于佛舍利的稀有珍贵，佛子们除了造塔供养之外，
也借由供养三宝的善行事功，继续传承佛法中点示的那一片心灵净土。佛陀教育众生皆有佛性，在佛陀所预示的佛性净土上，众生万念调柔，万物美善，对立战争皆成笑谈。晴空下，八角佛塔的户外广场上，闲适的鸽群就着一方雨后甘霖，取水润喉。八角佛塔犹如缅甸佛教圣地的缩影，东西合并的建筑风格中，借由壁画、雕塑或建筑，栩栩如生地展现缅甸各佛教圣地的殊胜景致，虚实之间如住佛法。瞻仰其间环塔而坐的八尊佛像，犹如佛陀的经典法教，时时耳提面命，勉励佛子们行八正道，修持六度，圆满十波罗蜜。晚间的宴供施食即放生行动，众人就着夜色，以慈悲心行菩萨道。无妨环境的助缘为妙，佛子们在海涛法师的带领下成就慈悲善缘。毕竟真正的光越入幽暗越显明亮。阳光下，拥有超过九成佛教信仰人口的缅甸，处处可见慈悲为怀的佛陀法教。即使在繁华的仰光市区，于殖民时期建立的圣母教堂与市政厅、钟楼，依旧得到妥善的保存。涌泉犹似慈悲的眼泪，在直立高耸的二战纪念碑前，掏洗战争留给历史的残酷记忆。毕竟真正能洗去血污与仇恨的，不是血，而是佛法甘露。同样位于仰光市中心的九层塔寺，拥有东南亚地区融合多元族群的佛教信仰特色。塔寺外以各种奇珍异兽或人物作为塔寺的迎宾或护法，塔寺内与主尊佛像前包括星旗守护佛，与各尊小型佛像应有尽有。此外还有各种出现在佛典事迹中的塑像组，或是从传说中衍生的吉祥物，各自呈现佛法无有分别的慈悲本怀。佛陀的慈悲唤醒了众生的谦卑，于是来到佛前懂得忏罪、瞻仰与朝拜，犹如觉知生命本具的佛性。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燕舍品云：水中本来月影无，净水为缘见本月，诸法原生皆是假，凡愚妄计以为我。雪德贡大金塔又称为瑞德贡大金塔或雪德宫大金塔，被视为仰光的地标，
更是举世闻名的佛教圣地。以塔的形式庄严表法，瑞德贡大金塔含融在地的佛教故事，多元呈现佛教对缅甸的深度影响。在一片视觉交响乐般的塔林中，不同族群都能承仰佛法，得到信靠。尽管长久以来佛教众生皆有佛性的主张被外道误解为偶像崇拜，但无损于诸佛菩萨的慈悲愿力与各自成就的佛国净土。末了，众人随同法师，或为佛像贴金，或于佛前浴佛，或为六道点灯，或于佛前合掌回向。虔诚中仿如念念悲心与佛相应。如果佛法像大树般庇应众生，那么佛子们的善行功德也将在诸佛菩萨的德应之下圆满成就。在仰光大金塔前为缅甸慈悲行旅再度见证菩提法缘。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首先要感恩很多菩萨不断地在护持中华印经协会。目前印经协会又成立一个慈悲出版社，目的要把这些书又能制造得更好，免费的去推广，但是透过书局没有利润的方法，怎么样的去推广更多的正信的佛教的书，让社会人士能够了解。所以在这边百台要呼吁各位要成为中华印经协会的每月护持委员，乃至加入这个护持委员的团体，大家来开会，来分工，来推广佛教的经典，如何到社会各个阶层都让他们能够得到佛陀的教法，以慈悲的方法去推动。所以加入印经协会，加入护持委员，阿弥陀佛。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刚拢实习三遍，啊，发挥强修实习，咁算在来，会使会使，啊，较侪讲有要紧，卖计较吧，愈侪遍愈好啊。因为你家己做的是，你家己做的是有你的信徒呢。嗯，哎，老实讲啊，你今日底下做着你的信徒呢，起来众生啊，来啊，主人啊，来啊，所以你嘛是爱个做。像我已经习惯，我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做，
啊，我扛在我围啊边啊先扛，哎，用了对调哎，啊，然后拿去外面，我变成习惯了。这是个责任，你看你该饲两只狗啊，你还该饲啊，饲个伊超多啊呢，啊狗啊可以饲狗啊囝呢，然后你就一直负责任，一直负责任，而且一超多老胎做狼，你买更喜欢多一样，啊后摆老胎做狼，所以我这边去印尼，我怎样讲，拄了一个少年呢，甲讲，哎呀海涛法师，我看得见，我是2000年前一个鬼被你渡到的。啊、所以我来跟你报恩呢、啊。所以他在印尼服务我很多天，替我翻译啊。那、啊，所以边上我说你2000年前就咧超多啊，我讲应该更加早咧。啊，这搞不好各位你嘛是跪过来哦。啊。后来我就问他，那你有什么堕胎做鬼啊？哎呦，出家没做好啊，哎呀，做鬼啊！那后来又出家了，然后他说他明年2月份要出家啊。他现在因为天天打坐啊，开发神通也是个麻烦。哎，我跟他讲说，你看得见很好啊，但是一定要有佛法的根本跟发心啊，不然这个看得见对你是伤害。看得见呢，如果没有佛法的这种戒律跟发心了，最后都会变成魔会来考的，因为你就一直看一直看，然后起了傲慢分别心，你就完了啊！印尼还请他上电视，他很会看病，非常会看病啊！我这一次去印尼还碰到一个8岁的小孩，更厉害，8岁就会医病，8岁啊，只要破病人这边头前，伊就讲伊什么病，哎，金爪小小的用用的，个辛苦人了就好一半了。所以8岁了，还特别带来给我看，王者友，你赶紧回修行出家，不然这样一下去哦，对他没好啊。因为医病是好，但是佛法才是就近啊。透过医病，要让他告诉对方佛法的原理，对不对？这才是就近解脱的。如果执着在一个世间医病的能力，那这样不就近啊。伊讲这个囡仔拢无咧讲叫的，干那爸母也叫啊，纯粹拢无会叫的。我看那边的人就老啊，像背悔，但他认为他是个老头了，这样 啊，所以人有前世的因缘就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事实啊。所以我认为，咱点了细心，滴滴干，滴滴干就好诶。阿拉嘛修慈悲心啊。而且你49的人慢慢就不会怕鬼，只会对鬼慈悲，而且信心越来越强。所以这个末法时代施食法门太重要啊，太重要，这样是咱大乘佛教的精髓。大乘的出家人最高的法会就是放焰口嘛，水路嘛。大乘的出家人一出家就是学施食出食啊，这个是最大的资粮。那按照末法这些世间贵太贼，魔太贼，所以如果能够经常施食，不分在家出家，分担佛陀的慈悲嘛，帮助众生解脱一点痛苦，这样社会吉祥平安。认识藏历9月天降月，藏历9月22日是纪念佛陀上天为母说法地，重返娑婆世界之降凡日。佛陀之生母摩耶夫人，在佛陀出生后7日便去世，转生于天界。佛陀在示现成佛后，曾上天为母说法，重返娑婆世界的日子被称为降凡节纪念日、天降日。在藏历9月期间，若能共同修持各种善业，其功德福报更加不可思议，因为所有参与共修者均可同时获得共修的全部利益。心善念慈，护生命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享受付出，珍爱
生命。